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您的加入啊，与我们一起在讨论总体经济学的各项理论，还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那我们在前两个讲次啊，我们谈了所谓的 ISLM 的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去谈商品市场要均衡，货币市场要均衡啊，他们没有办法单独决定，而是要同时决定的哈，也就是它共同决定了所谓的利率水准跟所谓的所得水准啊。那我们谈了所谓的 IS 曲线、LM 曲线，那我们去做了这个模型的一些所谓的应用的分析啊。那我们今天开始就要从以这个模型 ISLM， 也就是商品市场均衡啊、货币市场均衡谈起，我们去建构出所谓的总和需求曲线。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次的学习的目标。第一个，我们当然需要知道总和需求曲线它怎么形成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总和需求曲线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负斜率，它为什么是负斜率。第三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会影响这条总和需求曲线它增加减少的因素，也就是它移动的因素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这个讲次啊，大概有三个单元大纲。第一个啊，我们当然是就从 ISLM 建构出所谓的总和需求曲线。第二个，我们去解释一下，去了解一下总和需求曲线负斜率的因素有哪些。第三个，我们谈一下影响总和需求曲线移动会右移或左移的因素。好，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如何从 ISLM 推论到所谓的总和需求曲线。好，那我们知道啦，所谓的总和需求曲线它的意义是，它这条曲线啊是画在横轴是总和需求量，纵轴啊是物价水准的平面上面。那它有个特性，什么特性呢？这个物价水准跟总和需求曲线、总和需求量啊，它呈现什么？呈现负相关的一条需求曲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啊，这个图横轴就是我们所谓的总和需求量，纵轴就是物价水准。那我们这条需求曲线，我们就称为总和需求曲线。各位同学可能很清楚，实际上它跟什么？跟我们一般的需求曲线是很有关系的，很像哈。所以我们根据这条需求，我们要找什么？问三个问题。第一个，这条需求曲线怎么出来的？第二个，为什么它是负斜率？第三个，这条需求曲线影响它移动的因素有哪些？好，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需求曲线啊，它怎么导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知道啊，总和需求量，好，总和需求实际上跟我们前面啊在分析的所谓商品市场跟货币市场息息相关啊。所以总和需求啊，需求的部分从哪边来？我们从简单凯恩斯知道，它是涵盖了什么？涵盖了家计单位的消费、厂商的投资、政府的购买啊。如果在封闭体系的话，所以啊，我们要找出物价水准跟总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就看什么？我们就看物价对商品市场影响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找得出来了。好，可是各位同学可能还记忆犹新，我们说商品市场的投资啊及消费可能都会受利率的影响，可是凯恩斯说啦，根据流动性偏好理论啦，利率决定在哪？利率反而是决定在货币市场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找物价跟总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就不能单独去分析物价对商品市场影响。为什么？因为商品市场的投资或消费还会受货币市场所决定的利率水准的影响。换言之，我们要找总和需求曲线，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找物价水准改变对商品市场还有对货币市场它们共同的影响，好，最后才能够决定出所谓的所得，也就是所谓的总产出水准。好，所以呢，根据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物价跟总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啊，就总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好，我们要找这个总和需求曲线啊，实际上我要谈物价变动它如何影响商品市场跟货币市场啊，它们两个是联动的啊。最后我可以找出对整个总需求量的影响。换句话说，根据我们前一个讲次的分析，我们说商品市场跟货币市场啊，如果要同时均衡，那我们有个模型在谈，谈什么？就是 ISLM 模型。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啦，我们如果从物价水准要推论出跟总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就要找什么？我们就要找物价水准，好，它如何透过所谓的 ISLM 模型均衡的影响，
啊，这个 Y 哈，那我就可以知道物价跟总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问物价水准如何影响商品市场跟货币市场？那实际上就是在分析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在分析物价变动它如何影响了 ISM 模型里面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第一个物价影响的主要变动影响什么？那我们可以知道，从货币市场切入，我们货币市场里面有什么？有实质的货币供给。换句话说，当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实质货币供给就会改变，连带着市场均衡利率水准也就会改变。那当利率水准、货币市场利率水准改变的时候，那么它会进一步影响商品市场的投资，甚至于是消费。那商品市场消费跟投资改变了以后，就会改变了商品市场的所得，也就是总需求量。可是当这个所得总需求量改变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回过头来影响货币市场货币需求，进一步就会影响货币市场均衡利率水准，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商品市场的投资跟消费，如此不断的循环。而这个东西如果各位同学不忘记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前一个讲师所讲的ISLM 的模型。换句话说，实际上总额需求曲线怎么来？实际上我们就在分析物价水准啊，对 ISLM 模型的均衡产出那个均衡产出到底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物价跟总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物价水准啊，对我们的货币市场跟所有的商品市场的直接的影响，我们用底下这个图来加以说明。好，各位同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在 A 图啊，就左手边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来是 R0 跟 Y0 的均衡点 E0 的这一点之上，啊，它的价格是 P0， 啊，货币供给是 MS，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IS 跟 LM 的交点，啊，交在这个 E0 点。那这所对应的是在 P0 跟 Y0， 所以在 V 图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所谓的 E0 Prime 这个点，啊，就 P0 跟 Y0 的这组合点。好，那我们进一步来看说，当物价改变的时候，那整个 ISLM 曲线它是如何改变的？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当我们的物价水准下跌的时候，它下调的时候，那么实质货币供给就会怎样？就会增加。所以根据这个图形呢，我们 IS 曲线就会怎样？就会右移，啊 ，LM 曲线就会右移。当 LM 曲线右移的时候，那么实质均衡的产出啊，好，就均衡的所得啊，它就会怎样？它就会下跌。换句话说，当物价下跌的过程当中，哦，实质货币供给增加了，所以 LM 就会右移。当 LM 右移的过程当中，整个均衡的所得，也就是所谓的总需求量，就会怎样？就会跟着增加。换句话说，在图形右手边 B 图这个，当物价从 P0 到 P1 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整个需求量就会从 Y0 增加为 Y1。如此不断的 P 的变动所造成 Y 的改变的时候，那我们把这些点组合起来，把它连线，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一条所谓的总和需求曲线。它有个特性，它是负斜率的，也就是物价水准下跌的时候，总和需求量是增加的。好，我们看过这个所谓的货币价格改变对实质货币供给的影响，这是一个，就是总和需求曲线是负斜率，它我们可以找得出来。那实际上在我们的总体经济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所谓的实质财富效果，实际上它也会影响什么？它也会影响总和需求曲线。那这个概念指的是说，所谓的实质效果是说，当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那家计单位的实质财富啊，好，因为物价上升，那我的实质财富就怎样？就会下跌。换句话说，家计单位的实质财富下跌，所以它的实质购买能力就怎样？就会减少，连带着它的消费就怎样？就会减少。那这个是很有名的，就屁股啊，这个学者所提出来的。那实际上，一般我们也把它称为屁股效果。所以，什么叫做实质财富效果？实际上，它所指的也就是说，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那么家计的实质才会改变，进而就改变它的实质购买能力，而影响到了家计单位的消费支出。换句话说，所谓实质财富效果指的是家计单位的消费啊，是受实质财富
正向的影响。那我们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时候，那我们的总和需求曲线又是如何形成的？好，各位同学可看到底下这个图形。好，我们这个图形啊，我们可以发现啊，如果我们原来啊只考虑到货物价水准改变，啊，物价水准下跌，从 P 零到 P 1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实质货币供给，啊，会造成我们的实质货币供给增加 ，L 曲线右移的状况，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啊 Y 零跟 Y 1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找到这一条所谓的 AD 零。这一条 AD 零就是什么？我们刚刚上个图形所说的，它并没有考虑实质财富效果。那我们现在如果进一步考虑实质财富效果，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家计单位的实质财富上升，也就带动家计单位的消费增加。换句话说，整个 IS 曲线就会往右移动。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IS 也往右移了 ，LM 曲线也往右移了，所以他们的均衡的焦点啊，就会在 E2 这个点。换句话说，整个的有效需求量就会在从 Y0 上升才 Y1 的过程当中，又会增加到什么？增加到 Y2。换句话说 ，Y0 到 Y1 是实质，啊，因为货币供给、实质货币供给增加所形成的。那 Y1 到 Y2 之间，这是什么？这是实质财富效果所形成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考虑到实质财富效果所找到的总和需求曲线，由这个图形的下方这个 AD1 啊，实际上它是比较水平的啊，比较平缓的，它可以同样的物价下跌，它可以创造的需求量增加会是更多的。好，以上啊大概就是我们对总和需求曲线形成因素的一个概念哈。各位同学记住，总和需求曲线就是探讨物价水准如何影响 ISLM 的均衡的 Y。我们就可以找物价跟 Y 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就是所谓的总和需求曲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谈一下这条需求曲线的特性。它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是负斜率？为什么它是从左上角画到右下角？啊，它为什么是负斜率的概念？那为了谈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总和需求曲线刚刚来的，它怎么来的？它是从货币市场跟商品市场均衡一起达成的。那我们这本书呢，在谈商品市场的时候，我们是从简单凯恩斯出发。那货币市场呢，我们是所谓的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为基础在讨论。换句话说，总额需求曲线为什么是负斜率？我们大概就可以从这两个角度，从这两个市场，从这两个市场的影响来说起。那第一个效果啊，一般来讲，影响总额需求曲线负斜率原因啊，大概有两个。好，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所谓的利率效果。那什么叫利率效果？基本想法很简单，它是说当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那在货币市场里面，我们实质货币供给不是会跟着改变吗？那实质货币供给改变就会造成货币市场所决定的利率水准改变。那当利率水准改变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影响到商品市场的投资甚至于消费的改变，而这个就会影响到总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那这种效果我们就称为什么？就称为利率效果。那换句话说，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实质货币供给增加，所以货币市场的均衡利率水准就会下跌。那均衡利率下跌的结果会带动商品市场消费或者投资的增加，进一步造成所谓总和需求量的增加，那我们就可以找到物价跟需求量之间成什么？成负向相关。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的效果，也就是所谓的利率效果。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个效果，我们所谓的实质财富效果。那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前面讲过什么叫实质财富效果。所谓实质财富效果是说，当物价改变的时候，会影响家计单位的实质财富。那实质财富呢，实际上就关系着家计单位的实质购买能力，所以这个实质购买能力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家计单位的消费需求也就会跟着改变，那整个市场的需求量也就会跟着改变。换句话说，当我们探讨说当物价水准下跌的时候，那么家计单位的实质财富就会上升，实质财富上升，那么就代表了家计单位实质购买能力也跟着增加。
换句话说，家计单位它的消费需求也就跟着增加，需求量也就跟着增加，我们就可以找到物价跟需求量之间成什么？成负向相关。好，所以啊，以上啊，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总和需求曲线负斜率的原因啊，在封闭体系之下，不外就两个因素啊，一个就是所谓的利率水准啊，利率效果啊，一个大概就是所谓的实质财富效果啊。当如果物价下跌的话，那么透过利率效果啊，利率会下跌，那么消费投资的需求就会增加，总和需求就跟着增加。另外一个，当物价下跌的时候，实质财富就会上升，消费需求也就增加，总和需求也就跟着增加，物价跟总和需求量就成负向的关系，而这个就是总和需求曲线负斜率的因素。好，接下来啊，我们就看到第三个，我们接下来要谈什么？我们要谈说，那这条需求曲线啊，它如何移动？好，我们知道说，哎，这条需求，我们从 ISLM 模型，我们知道导出来了啊，价格跟总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刚刚也说了，它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什么？是负斜率的。好，物价水准下跌，我的总和需求量会增加。好，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一节要谈什么？我们要谈说，哎，那什么因素让我这条总和需求曲线会移动？那我们可以知道啊，总和需求这条需求曲线跟什么有关？我们知道，纵轴是什么？纵轴是物价水准，横轴是总和需求量。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这条需求曲线要移动，那概念上很简单，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任何会让总和需求量变动的因素，那么我整条需求曲线就会移动。那有这个概念，那就很简单啦、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让总和需求增加的不外就是什么？不外就是商品市场问题、消费、投资跟什么？跟我们所谓的政府购买。而跟这个有关的，例如说跟消费跟投资有关，又跟什么？又跟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准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考虑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啊，物价水准不变之下，总和需求量它如何变化？那我们大概就是找什么？我们大概就在找说，好，那我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任何会让 IS 曲线啊，就是商品市场均衡这个曲线，或者是 LM 曲线啊，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这个曲线，只要它会移动的，好，让 IS 曲线移动或 LM 曲线移动的，那么它都会让总和需求曲线移动。好，那它怎么移动，怎么影响？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啦。如果让 IS 曲线右移哦，我们学过哦，如果让 IS 曲线右移的因素有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啦。除了物价水准以外哦，利率水准以外，会使得 IS 曲线移动的因素呢？那什么？我们讲过自发性消费啊，自发性的投资啊，政府支出的增加啊，啊，还有什么？还有政府租税的减少，定额税的减少，这个都会使得什么？使得整条 IS 曲线右移。换句话说，在利率水准不变，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这些因素都会使得 IS 曲线右移。所以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总和需求量就会怎样？就会增加。所以整条有效需求曲，有效所谓总和需求曲线啊，它会跟着往右移动。同样的道理，在货币市场里面，实质货币供给的增加会让 LM 曲线右移。LM 曲线右移会造成利率下跌，利率下跌就会造成商品市场的投资甚至于消费的需求增加。那么在物价水准不变、利率水准不变之下，我们最后结果可以看出什么？看出我们的产出水准啊，就是我们的所得水准也会增加，也就是我们的总和需求量也会增加，也就会造成整条 AD 曲线的右移。好，所以我们的结论很简单，什么结论？也就是说，任何除了价格以外的因素啊，只要它让 IS 曲线或者 LM 曲线移动的，那么都会造成总和需求曲线的移动。更进一步，我们讲，任何除了价格因素以外，哈，任何会使得 IS 曲线或 LM 曲线右移的因素，都会使得总和需求曲线右移。反之，除了价格以外的因素使得 ISLM 曲线左移的，
那么都会使得总和需求曲线左移。这个概念上很简单，也很容易记忆，同学们就去想， ISLM 右移，那么实际上总和需求曲线就跟着右移。重点在什么？重点就在于同学知不知道什么因素会使得 ISLM 右移而已。好，那我们刚刚说了会使得 IS 曲线右移的，那就是什么？就需求增加，自发性的利率水准以外的，物价水准、利率水准以外的因素，会使得 IS 曲线右移的因素，都是什么？需求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自发性的消费、自发性的投资，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购买性支出的增加，或者是租税的减少，这些因素都会使得 IS 曲线来右移。LM 曲线就是什么？实质货币供给增加，货币需求减少，那么我们 LM 曲线就会右移，那 AD 曲线也就跟着右移。这个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最常这个图形啊，这个 AD 曲线总额需求曲线移动啊，我们最常用在哪？最常用在政府政策的分析上。所以我们大概就需要知道一下，那政府的政策如何影响这条总和需求曲线。好，那我们可以知道政府的政策啊，原则上我们一般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的货币政策，一个是所谓的财政政策。那在我们国内啊，一般货币政策由谁来主导？一般是由所谓的央行啊，它可以控制货币供给，好 MS 啊，可以控制货币供给。那财政政策的财政政策一般来讲是属于所谓的什么政府支出的增加或者租税的改变，政府支出的改变或租税的改变，那这个大概控制在我们财政部所谓的行政院这边。那这个政策一般我们又分为所谓的宽松或者是紧缩的。所谓的宽松就是什么？就货币供给增加啦，或者是政府支出增加啦，租税减少啦，那这就属于什么宽松性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那相对的我们称为什么？我们称为紧缩性的政策。好，那底下我们大概就是针对政府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来再分析说，那我们总和需求曲线它会如何移动。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货币政策对总和需求曲线的影响是什么。那当然一样还是要回到什么？回到 ISLM 曲线。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货币政策改变了以后，那是影响 ISLM 曲线哪一条？哪一条曲线？它如果右移或左移，那我就知道了总和需求曲线会右移或左移。好，我们这边举个例子，我们说好，央行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扩张那代表什么？代表货币供给增加，明目的货币供给增加。好，那我央行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那明目的货币供给增加，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那实质货币供给就会增加。换句话说，在 ISLM 模型里面，我的 LM 曲线就会怎样？就会跟着右移。好，就会跟着右移。那当它右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用分析，我们已经告诉你了，当 LM 曲线右移了，那总和需求曲线会怎样？它也会跟着右移。那如果我们要分析的基本想法很简单，货币供给增加 ，LM 曲线右移的结果就会造成什么？造成利率下跌，造成利率下跌，造成所得增加，也就是总需求量增加。所以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总和需求量增加了。因为什么？因为利率下跌造成什么？造成投资需求或者是甚至于消费需求的增加。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啊，原来总和需求曲线货币供给的增加，会造成总和供给曲线，总和需求曲线怎样？会造成总和需求曲线右移。好，我们就透过底下这个图形来加以说明哈。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我们原来的均衡点在 A 点跟 A prime 点，好 ，A 点跟 A prime 点，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 ISLM 模型是 IS 跟 LM 的交点，焦点在 A 点，那一点所代表是什么？是物价水准在 P 零。货币明目货币供给在 MS 零的状况之下，那它所对应的在总额需求曲线对应的是在这个所谓的 A prime 点它所对应的是 P 零的价格之下，总额需求量是 Y 零好，我们现在如果物价水准货币供给增加了，好 MS 零上升为 MS one 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实质货币供给就会增加，所以 LM 曲线就会右移。LM 曲线右移，那么就代表总和需求量就跟着增加，从 Y0 上升为 Y1。换句话说，
在底下这个图，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总和需求量会从 Y0 上升为 YY。换句话说，在商品市场里面，这个需求里就会从 A prime 点移动又移到 B prime 点，也就是我的总和需求曲线啊，会从 AD0 又移到 AD1。好，这个分析啊，是我们在讨论说啊，我们的物价啊，货币供给的变化啊，央行的货币政策啊，对我们的总和需求曲线的影响。好，那我们接下来另外再来看一下，那政府的财政政策有什么影响呢？那同样道理哈，政府的财政政策会使得什么？会使得 IS 曲线怎样变动啊？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属于商品市场里面政府部门的购买性支出，是所谓 G 的部分啊。政府商品市场有 C 加 I 加 G， 所以当政府购买支出增加，或者是租税减少，那就代表整条 IS 曲线会怎样？会右移。那 IS 曲线右移，同样的，虽然利率上升了，可是整个有效需求量也是会跟着增加的。所以有效需求，也就是总和需求曲线啊，也会跟着右移。好，我们底下看这个图形来加以说明。好，我们知道原来一样啊，是在 P0 Y0 的状况之下哦，都在 A 点跟 A prime 点均衡。好，那我们现在如果政府支出增加，从 IS0 啊增加右移到IS1， 也就是政府支出增加，从 G0 上升到 G1， 整条 IS 曲线右移了。那我们可以知道，总和需求量就会从 Y0 上升为 Y1。所以在底下这个图形代表什么？代表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我们的总和需求量啊，就从 Y0 上升到 Y1， 也就是从 A prime 点右移到 B prime 点。所以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得总和需求曲线从 AD0。又移到 AD1。 好，以上啊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所说明的。我们今天谈了什么？我们今天讲了说，我们如何从 ISLM 曲线这个模型里面，透过物价水准的改变，找出了什么？找出了总和需求曲线啊。分析的重点在于什么？分析的重点在于说，我们如何考虑物价水准的变动，如何影响货币市场，如何影响商品市场，进一步影响货币市场、商品市场均衡之下的这个所得水准，而这个所得水准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总和需求量。那我就可以找到什么？找到总和需求曲线。那我们也告诉各位同学说，那总和需求曲线为什么是负斜率的？那在封闭体系，我们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什么？一个是所谓的利率效果，一个是利率效果。好，物价下跌，实质货币供给增加。好，利率会下跌，总额支出甚至于消费就跟着增加，总额需求量就可能增加。另外一个是实质财富效果，价格下跌，实质财富增加，消费支出增加，总需求量就跟着增加。所以总额需求曲线是负斜率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影响需求曲线、总额需求曲线移动因素，原则上会使得 IS 曲线或 LM 曲线右移的因素，就会造成什么？造成总额需求曲线右移。好，那我们这个讲次啊，也就到此我们讲了什么？讲了总和需求。那从下个讲次来啊，我们就开始要介绍什么？介绍商品市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总和供给曲线。它大概形成两个，一个什么要素的来源，也就我们谈什么？谈劳动市场。所以我们在下个讲次，我们就开始谈劳动市场里面的劳动需求、劳动供给、劳动市场均衡，还有它的变化。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讨论到这个时间点来。好，欢迎您下次再参与我们下一讲次的讨论，谢谢。